者吴志伟台北报道，由台北市政府和三立电视共同举办的2018台北最嗨新年城跨年晚会今天举办开城记者会，在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局长简于燕以及跨年晚会主持人阿宝曾宝仪 Kit 林博生见证下，宣告跨年系列活动正式开跑，并公布卡司包括丁当、卢广仲、毕书尽、韦礼安、戴怡良、顽童、周汤豪、林明珍等歌手。曾宝仪 Kit 出席2018台北最嗨新年城跨年晚会主持人公布记者会，记者宋志雄社。曾宝仪与 Kit 首度联手搭档主持，一个沉稳内敛，一个活泼有趣，两人皆获得过金钟奖最佳主持人的肯定。另外巧的是两人生日都在同一天， Kit 笑说，今天第一次见到宝仪姐就觉得我们默契十足。在记者会中，曾宝仪一身紫亮相，化身紫色精灵，而 Kit 林博生不甘示弱，心机重的临时竟戴一顶绿帽出席，被曾宝仪笑说年轻人百无禁忌。曾宝仪 Kit 出席2018台北最嗨新年城跨年晚会主持人公布记者会，记者宋志雄社。今年 Kit 终于圆梦，他表示以前都是带着小女友人挤人的在人群中看跨年演唱，现在自己终于可以站上舞台。对于这次合作的曾宝仪一见如故，更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反而面对有点疯的搭档，让曾宝仪直说要先了解他在搞笑的背后想要传达什么。曾宝仪 Kit 出席2018台北最嗨新年城跨年晚会主持人公布记者会，记者宋志雄社。